我孙海源向吴佩奇承诺，会一辈子牵着她。若有悔意之意，我到时任意让她在身上刺青。时间于2010年10月25日晚7时18分。宝贝，你还记得这份契约吗？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转眼间我们都已经到了中年，已经过了12年又25天，我一直都有好好的保管它。直到以后，我们的求婚有些特别。 这要感谢赞助方给予我们这次机会。我想对你说的是，我是个幸运的人，世界有这么多人，上天把你我两个不同地域的人组成了一个家庭。我是个幸运的人，上天把这么完美的女人送到了我的生活里。我是个幸运的人，我拥有一个完整而又幸福的家庭。我希望这份幸运继续陪伴我们走到最后。我们在这个12个年头里，共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 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我知道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我会一如既往的维护你和我们的家庭。我的生命里早已不能没有你，你就像空气一样，没有你我不能呼吸，你就像我的嘴巴一样，没有你我不能讲话，你就像我的眼睛一样，没有你我看不到世间的美好。 你就是我的一切，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会不顾一切的去保护你、珍惜你，还有我们的家庭，努力让我们今后的生活过得更加美好、更加幸福。请问吴佩奇小姐，你愿意陪我孙海源走完余生吗？不管你问我多少次。 恭喜两位老新人，你们现在可以清零啦！非常感谢这次 Dairy Ring 的赞助呢，其实就给了我们这个很宝贵的机会。我知道我们这句话可能听起来很像就是那个业配文啊，可是。 坦白说，是真的是由心发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其实我们在10年前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并没有很好，然后我们就选择把我们的资金都投入在生意上。那是刚刚创业嘛，我们是没有求婚，然后我们当然也没有婚纱照。 也没有办婚礼，华人传统的那个接新娘的仪式，我们都选择不办。然后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现在10年后，今天老夫老妻了，竟然还有这个机会再可以，是，就是体验一下那这个整个程序。所以，我真的很谢谢这次的厂商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坦白讲，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这些程序对我们来说都无所谓了，因为。 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只要可以跟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那就好了，就没有想到说，哎，要怎样怎样。谢谢赞助方啊，让我们这次的婚姻变得更加的完美。感谢你。偶尔啦，就是会想到说，哎，那个时候没有那些仪式啊，没有求婚的这些过程啊，就感觉好像有小小的遗憾。是的。然后没有想到，哎，这次。 就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真的很感恩。其实那时候 Dairy Ring 他们找我发送这个合作邀约的时候呢，我就一看到他们的这个理念“一生只爱一人”
然后我就觉得哇，很符合我们的彼此的想法。因为他有一句话哦，就是讲不管是到生活中的哪一个阶段，我始终都会选择你。哇，这句话我就觉得哇，很 touch 到我们，所以我们就二话不说马上答应要接这个邀约这样子。而且他还规定男生你必须要用你的身份证才能够预定这个戒指，然后你一生只能够预定一枚。刚才还有准备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真爱协议书，对吗？所以就觉得哇，整个就很有仪式感，非常有诚意。所以如果你们也想为你们的真挚的爱情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的话呢，赶快就到他们的网站去咨询还有预定你们的婚戒吧。在这个资讯栏里面我也会附上他们的相关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 OK， 要给浪漫的朋友们啊，不要讲我没有给你们机会好不好。好，终于到我们的恋爱 Q&A 的部分了。哇，我前面真的是很正式，然后我们又很紧张，尤其是这个人你知道吗，因为他刚才在写他的那个求婚的这个誓词的时候，哎，我没有想到你这样正式。哎，你成天给我压力，我不是正式一点吗？我没有说正式，我以为就是说，他会讲，哦，宝贝啊，我们一起经历什么啦，然后又怎样怎样啦，然后请问你愿意嫁给我吗？然后没有想到他竟然是那种像念诗词的。你知道我看了多少小红书，看了一大堆东西，然后找这个灵感，也是很有诚意啦。是啊，就补这个婚姻不完美的一个小缺口嘛。是，其实刚才我们在讲的时候哈，看到他的眼睛那个泪光，因为我知道在讲的这个时间，其实我们会一直回想起我们在一起十二年的这些时光。对，然后呢，这也是我们这十二年里面第一个恋爱 Q&A， 没有错，你们每次都问啊，我们怎样在一起的啦，怎样 click 到的啦，现在终于都来了 ，OK。不过今天很特别哦，今天的主持人不是我，是我们可可爱爱的峰哥。你刚才看了这些画面呢，你有没有什么感触的地方？刚刚看到你们啊，我的那个两个眼睛啊，跟宝一样，都是泪光。感性的一家人。哎，那你很好哎，你知道通常别人的家孩子哈，都是没有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结婚的部分的。你是生蹦出来了，然后你还可以看到我们结婚的部分呢。主要是我已经陪你们半年了。不是陪我半年，你已经七年了。因为你们在一起十三年了吗？十二年。十二。还有加六吗？半年，半年，这是半年。他的逻辑是这样。Okay. 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正式，而且我没有想到那张纸，哇，把它写完呢。你 ready 了吗？你要当主持人呢？ Yes， 第一位朋友叫安姑姑，他想问的是：你们好，想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在哪里相遇，然后后来怎么在一起？成具体成好，哈哈哈哈。各位啊，他是七岁的小朋友，所以如果他讲错词不用紧，我们有剪辑师来字幕看字幕。喜欢听，希望你们可以满足我的小愿望，感恩。然后两个哒哒哒哒。讲到认识的嘞，是我先吧，应该我那时候我想要退演艺圈，那时候嘞我就是想要学刺青。没有想你是一个客人，你不懂我的心情，我有很多 planning 了，我已经 plan 很远了。我就是那时候是想要学纹身，然后我就想说上网找一些我比较喜欢的刺青老师，然后就看到这位孙海源老师啦，然后就看到他的作品啊，很喜欢，然后看到他的人很帅，谢谢，果然了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是我的菜，你要把我的心情讲出来，可以你啊。然后我就假。我讲我要去做纹身先，对啦，我也是想要做纹身的，然后我就去找他嘛。那时的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很紧张的，我真的是有想要精心打扮一下，可是又不想要很像很隆重，有细心的去准备一下内衣内裤这样。所以第一次见面就要脱呀？是有心情，开始在不要讲要做。然后就到店门口啦，我就先从纹身下手。结果我没有想到他给我的那个反应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第一次见他就开始训我了，你知道吗？我就有吓到，你记得吗？因为你要闻的东西，对，闻的内容，还有位置吧。因为那时候我还是演员嘛，我是想要闻一个很大的，像灵魂的那种符咒的灵。因为那时候对演员的我来说，灵魂是
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想要纹在我的后颈。没有想到他直接是拒绝我，哎，他还讲亏你还想要来跟我学纹身，你竟然也不会想到说以后可能你一纹了这个纹身以后你就没有这份工作了。然后他很严肃，那时候我是想着对客人的一个专业一点的态度，就是你要帮客人去选这个位置，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没有想到以后，所以我没有对你非分之想，只是一个认真专业的态度。那时候你不是讲咩，那时候我背后已经有纹身了，然后我就有给他看好像需要修改什么吗？我们在一起过后你跟我讲 你那个小蛮腰了，看着我的脸红心跳不是在讲吗？那是后来给你讲好听的而已。从那时他骂了我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老师不错，我觉得很正直，虽然他外表看起来很像流氓，我就喜欢这种反差萌啊。过后第二天我就直接来交学费学纹身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认识咯。然后具体咧是怎样在一起的，儿童不宜，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这个最细节的那些部分的话，去我的会员频道看。啊，我不懂啊。一个月10块钱罢了，我会把我们很细节的东西来跟你们讲。要吗？要讲的那么细吗？我是 OK 啦，你 OK 吗？ 我是 OK 的。我那个过程还蛮刺激的。OK， 来，接下去第二题。第二位朋友叫 N， 他想问的是最刺激的地方。最刺激的地方，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因为有在不可以讲哎，我们真的很刺激一下。第三位朋友叫 Lotus， 喜讯科和海云老师，你们好。作为一个正在和东北大男孩正在交往的粉丝。我常常通过 Hisiko 的视频看住你们的生活，关注了关注。我对你们各有一个问题哦，我想问海源老师，作为东北人的你，当时你是怎么做到愿意为 Hisiko 留在马来西亚的？在客湖南北差异的过程中又闹出怎样的笑话呢？也想问 Hisiko， 作为东北人的南方太太，有什么特别的优夫御夫驾驭的御陈燕可以和你小粉丝也就是我分享呢？其实我在这边是因为工作工作，然后本来是想抱着在国外玩两年，因为也没出过国，就是想在这边玩两年就回中国自己开店啊等等。但是认识我太太以后呢，我就觉得这老婆很不错，这老婆很不错，真的，很美，就不要再走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可能都会为这个爱情付出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也在这边工作4年了，这边工作生活还蛮习惯的，就留在这边了，嫁到这边来了。对，我俩在一起就是南北差异，这文化差异很大，喜怒哀乐都有。但是我觉得如果为了另一半着想的话，有一些东西都是要调整和改进的。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磨合期还很多，都是为一些文化上一些差异啊误会啊然后吵架这样子，甚至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甚至都联系到国与国之间，无聊哎。就比如说我们的表达方式可能跟中国人表达方式不太一样嘛，他们可能理解不到我们那个意思，你知道吗？其实到现在你已经在这10几年了哈，有时候啦我跟他还好，在其他人这边他可能别人讲的那句话他会以为是有一个侵犯性，可是其实是没有，应该是语法的问题。比如说他东北爷们讲话都是比较直比较冲一点，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中文你要骂我，就是比较平，然后讲话比较严肃，声音比较大，说话比较直。我有时候我也会误会，爸爸妈妈不要再吵架了，然后你们两个说没有吵架呀，没有吵架啊，认真的去讲一样东西而已。其实我讲东西认真的时候，别人好像就觉得我是在批评，去坏任何人呐、或者算计任何人呐、这就是我是一个典型的东北人，真诚的直来直男啊，很直，太直了有点。要怎么去御夫哈、御一个东北爷们哈、很简单，东北爷们他们是来硬的嘛，那你就必须要来软的。如果你硬碰硬的话呢，真的是会打起来那种，不行。然后你就越嗲越好，嗲到你会握紧拳头。对啊，我可以嗲，我的妈妈在家里啊，动不动就其实我们是听不懂他讲什么，他讲一堆东西，他不听啊。那不是话，不是话，那不是句子，听了，那是一种语言。我觉得他们很可爱的时候，然后我又想嗲一下的时候，我就会，不可以，不会看到我的脸，就会很像，好像。那种东西，对，有的时候想生气都起不来。可是很有用哎、你对东北的男生，你这样子越嗲，他反而是觉得他会憋不住的，憋不住是什么意思？他会憋不住笑的，对。可能东北男生就会想要去疼爱你这样子，泄气了，那个气啊，就突然像气球泄掉了。第四位朋友叫立科，他想问的是，我想问你们双方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就是那个对的人。华裔世界那么大，能找到相歪伴，不是陪伴和对的人不容易。我觉得这是一种感觉吧。谈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有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在你的经验下，你有一个感觉，那他是对的。就是对的了。各位，如果你们要怎样分辨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适合，你觉得是可以一路走到底的，我觉得就是很简单，你问你自己，你愿意每天早上起来都看到他这张脸吗？然后你愿意每一天都可以对着他跟他一起共度每个时刻吗？你要问自己。然后甚至他的一些缺点，你要告诉自己，如果他不会改，改不了的话，你能够包容他吗？我觉得这些你问了，你都是 OK 没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耶。第五位朋友叫 Misha， 他想问的是，最受不了对方的哪个缺点或怪癖？很矛盾呢，最受不了也是最喜欢的，对，就最受不了的时候，在你很着急、很认真的时候、很严肃的时候，他给你发嗲，你是不喜欢的。但是同时之间，他也是在提醒你，你不要再发脾气了。哎，你受得了我的那个洁癖吗？洁癖也受不了，我也是。然后受不了他的臭脾气。对，我也是。别怕嘴，小朋友。原本呢是认为他脾气不好的，可是我过后发现呢，好像有了孩子之后，然后慢慢越来越多工作之后，脾气不好就是脾气不好，老推到孩子身上。有了他之后，真的你会越来越莽撞。我最受不了就是，有时候哦，你跟他讲了这个东西，他可以在一秒过后就忘记了，是不是？如果他在看手机，还是他在做一个东西，他完全旁边都听不到了。我是故意的，不重要。我想讲一讲的，我每次啊，我就说爸爸，然后听不到，然后我们两个爸爸听不到，然后这样呢，我们看摇把手印，爸爸听不到，就是很入神的那种。我是他故意的，我跟你讲。第六位朋友叫 Hannah， 这番歪国骰中有什么考验吗？听不懂，完全听不懂。他说这段跨国恋中有什么考验吗？我的签证吧。哇老喂，那段时间是蛮考验的，就是我在这边工作四年了，到我就要结婚那天的时候，我到移民厅我才知道我的证件是一个假的。我俩要办结婚的时候，他给我15天的时间让我回国把这个护照给改过来，要不然我就变成黑户了，就是我俩这段恋情就要结束了。他就变黑名单，我就进不来了，不可以来马来西亚了，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真的我在移民厅里面我大骂呀，
我那时候真的是要崩溃。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之前他工作的那个老板娘做假证给他，然后他哇，其实也不算假的了，我去别的国家还是可以去的了，只是那个办证的人告诉我说，没有交税，这个中介没有交税。各位，如果你们是跨国恋呐、啊，你们在移民厅这里，你们要办的手续呢，其实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走政府走政府正常的。那个时候他们还会很多刁难你，你知道吗？一下子明明你这里就可以办好，他故意要你去到很远的地方，来来回回我们办了一年才结成婚啊，各位。这就是一个考验了，这是最大的考验。但是打不倒我们的。下一题叫。He's why 吧，峰哥好乖哦，那里感觉是一个懂事的小孩。请问飞儿这方面有什么用特别的方法吗？飞儿，我知道是育儿，还是峰哥一出生就那么乖？没有啊，是我爸爸妈妈给我好好教了。And then 希望你可以分享给。怕做妈妈的我，谢谢。我们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才结婚还是怎样，我们是结了婚好一段时间，好几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可以要孩子了，我们就备孕。我们特别是提前三个月戒烟戒酒，然后又去运动，又戒熬夜，全部。然后到怀孕期间，我又开始去读很多书，关于育儿啊，关于哺乳啊，所以我也哺乳了两年。孩子出生的时候又看了很多书籍，其实基本上都是关于儿童心理的东西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因为我们不能够说很像只是用传统的方式来育儿，因为很多很像他们小孩子内心的东西，现在其实有很多资讯都可以得到。对，然后你真的去读了之后，你才会觉得哈、哦，原来我们以为这样子做是对的，可是。原来在心理学方面这样子做是对他有影响的。我劝大家就是只要你意识到了，你就马上去查查找资料，网上大把资料给你去看，给你去学习。因为什么呀？因为可能下一时刻就会发生这个事情。真的，那时候真的是天注定让我们找到那个资料。突然看孩子中看着看着就看到一个说小孩急救的一个方式，急救的，我今天晚上看到，睡一天觉，睡一晚上觉，第二天早上他就来了。那时候我们的床很高，他那时还八个月大，不懂怎样就他就一直在动，没有护栏，那时候就滑下来，就掉在地上，他是直接脑袋磕在地上，眼睛又翻上去，整个嘴没有血色了都。然后突然之间我们就想到昨天我们看到的那，昨晚上睡前刚刚看完，这刚刚醒的时候就给你出现这种事情，多看几个视频。可能每个人的方法不太一样，但是一定要去做。对，因为这个可能是你潜意识里边出现的一个东西。育儿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是小朋友，你不要认为他真的这么小他听不懂，其实你真的去沟通，尝试去沟通的话，他真的会理解的。所以从他小小就算是八个月大一岁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很多沟通，甚至去问他，哎，你的心情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所以慢慢的造就了他比较善于表达，然后他也会通过沟通让我们理解，哦，原来他的感受是这样。像有些小朋友会吵啊，有人会啊，我好闷，我没有东西说，他们就会丢一个电话给他，然后就这样看或者是玩。然后有时呢，长大就变成这样子，然后就会影响到以后的你的孩子，就那样。对，那这样接着你的这整个恶性循环，对吧？对，因为现在都是很多父母，他们会一到餐桌上就可能给手机给小朋友，对啊，父母是会比较轻松啦。可是你只要挨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养成习惯，他就不会吵你的电话的。你就可以就是一到餐桌，我们在等食物的时候，小朋友就会跟我们一起聊天，对，或者玩剪刀石头布，对，这个好，对，这个好过低头看着手机它是有闪光的嘛，它对眼睛不好。你这些剪刀石头布虽然也是游戏，但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好的。你可以做儿童大使了。第八位朋友叫林阿姨，在峰哥眼里，爸爸妈妈。监督如何关系？你还真会编。你觉得我们的关系 OK 吗？怎样？这个吧 ，OK 的啦。因为呢，你们两个一直会出酸甜苦辣呀、啊，有时啊那些什么东西很搞笑啊，什么东西？这才是人生嘛。对啊。下一位朋友叫 Q， 可爱的峰哥，
现在爸爸妈妈的表现你喜欢吗？有哪里最不满意的 ？Q 可以再帮你消除周念周念哦。Q 是我一位台湾的灵媒朋友，对，而且通灵超厉害的。如果有关注我的 Instagram 的朋友就会知道，他有说如果大家想要找人倾诉，可是却没有地方去宣泄的话，可以找他。对，对，他是不收费的，他是帮你去疗愈，然后帮你清除你的负能量这样子。你觉得现在的我们你喜欢吗？有没有不满意的什么地方要调整吗？这一个吧，从爸爸先讲起吧。一直抽烟。你要爸爸戒烟吗？要，就要少抽烟。然后我还要改正爸爸，就是喝酒的事儿，你每次啊喝酒啊，你说 OK 一个礼拜只能喝三遍的，但是爸爸喝的很多，有什么让爸爸的愿望实现，他就喝超多酒。高兴吗 ？OK， 到你了吗？到我。就是呢，这个要敬会员来。敬会员讲、这个。对，这个是很奥秘的。那是你暗示我什么先？我看看你讲。哇，你真的还爸爸底裤啊！每次啊，妈妈呀。咔嚓咔嚓，一直都拍到爸爸，爸还很保密，拿一个被子。不是，我是觉得吧，这个妈妈每次拍的影片是工作了，她没有提前跟我，我们要真实。对，通知过，所以随时随地都会拍的，所以各种状况都可以出现的。对啊。大家已经适应了，剪辑师也会打门。对对，剪辑师每个剪辑师都把我看到完了，对，都看到完了。现在弄到我的客人呢，到我店里说，哎，海老师，看你穿衣服有点不自然，太习惯了。然后再讲讲慢慢的另外一点了。还有啊，很多销售中你才会忙更多，你得会你非不要做，偏偏到好像啊，越忙的时候越忙。哎呀，现在又有这个工作。转账 OK 啊，这个要通知爸爸 OK， 家务其实应该不用怎么说吧？哎呀，我还是要做的，就像添加工作呀。我觉得爸爸说的没有错，你每一天都在添加工作。我是一个工作狂，所以一做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越来越多，把自己越来越多工作揽上来。平时不做的家务，我非要在最忙的时候要做家务，琢磨琢磨我。这是脑子智商问题，这跟性格没关系。第十位朋友叫琪琪，好奇老师们是如何度过平淡期的？有没有平淡期的时候，你们很碎嘞？生活都是有潮起潮落的，对，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说因为平淡期来了，你非要把它整得高调一些，整得高潮一些，不现实嘛。人会很辛苦很累的，顺其自然就好。有些人平淡期并没有办法成功度过，他们可能一平淡就这样冷下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就结束了。可能这个是互补吧，其中有一个人发现了以后，他就要找一下原因喽，比如说跟他聊聊天，沟通一下，然后提醒一下或者暗示一下他。因为你已经发现了，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也有，我一直做工的时候，一直做工，我也一直做工，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就意识到了，我说，哎，我放工回家，你就累了，我说这样的时间我们要维持多久？对，这样下去以后我们会幸福吗？对，他就意识到，我就意识到了，意识到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跟他去分享。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就会有自己的时间，趁他去啊，就是学校的时候，我们可以刚好他休息，我们就去两个人二人世界去吃个饭啊，约个会这样子。还有一点就是多多给一些小惊喜，我觉得可以，这个是一个调味剂来的，我觉得很需要。第十一位朋友叫 JT， 有遇到伴侣以外的羞感吗？如何解决？诱惑，在我做纹身这面诱惑太多了吧？对，有些都要脱光。这种所谓的诱惑，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职业，一个专业。是。就是当客人来的时候，你脑子里面、眼睛里面全是作品，全是设计，全是工作，所以你没时间去想别的东西。我就是三点一线的生活，放工了以后直接回家，也没有其他诱惑的机会。你出去喝酒啊，跟朋友、啊。我多久没有出去？一年三次出去喝酒叫出去喝酒吗？那几次都是男的呀，而且我老婆的认识我老婆的人都知道，我们几个人喝酒必须要做检测啊，都要知道谁是谁，
没有问题了才去喝酒。重点是有一些粉丝还会拍照给我看。我们有试过，就是一起出去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我的手机就响，就看到我的 Instagram， 哎，怎么会拍到我老公跟我儿子啦？啊，我发现你们了。所以这样子我更不干了。其实这个诱惑的东西，主要是看这个人对这个另一半的那颗心够不够吧？我觉得，就算是有一些诱惑，只要你足够爱这个人的话，其实很快都会被打消掉吧？我觉得，如果我这边的诱惑的话，王嘉尔算吗？王嘉尔，我想一想也就他了。就算是我在外面拍摄，遇到一些网红那些，我都觉得就是当作小弟弟，没有想太多。其实我这边也没有想很多。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问题，就到我妈妈讲了。下一题，卡罗。他说作为粉丝真的很喜欢看你们夫妇的逗逼日常，嘟嘟这两个字千万不要学。因为呢他们这个是一种不好的词，不要学了。有时候呢真的觉得峰哥才是全家最成熟的。那么这么多年来，你们有听过对方说过最感动和肉麻的话吗？尤其是海源老师，就是那些我爱你你爱我的这些东西，我平时很少说。他很少说，可是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有 touch 到我的，就是他会在不经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个很专注的眼神在看着你，然后我就问他你看什么，他就说我在欣赏你啊。他会很真诚的会告诉你说，他其实常常会静静的去欣赏我，然后心里就会有很多画面这样子。我老婆给我的感动就是，他真的会很用心的去做一些小惊喜给你，不是拍影片啊，不管是在家里日常啊，还是说有的时候我回中国呀，他都会做一些小的计划。他不光感动我，还要感动我全家人，这一点他太厉害了。之前就是提前半年，我自己一个人策划，就是突然之间给中国的我的家公家婆惊喜，然后他们就不知道我们会回去。然后这个部分策划的还蛮久的，然后那个算是成功了，算成功了。对，来到这个问题是很多很多朋友问的，我觉得也是时候可以正式跟大家讲一下吧。Koi 他说，你们有想过给峰哥添个弟弟或妹妹吗？ OK， 想的，但是我来讲吧，让我来讲。这个问题不适合你来答。各位不要误会啊，讲到这里呢，我不是来报喜的啊，我没有怀孕。我们之前其实一直都有想要添一个弟弟妹妹，可是因为我的体质不是很好，不是说不用担心怀不上孕这个部分，而是说因为我之前有流产过一次，然后我的体质就很弱，我是那种动不动就会头晕，甚至我是会呼吸困难到晕倒的那一种地步。经过中医调理了好长一段时间，有看西医中医，然后那个身体状况就是还是有好转的其实，可是只要是在我可能到傍晚到晚上工作一整天累的时候，或者是经期的时候，很虚很弱。然后从这个医学这边看来，我的身体应该不太适合再生，因为之前生他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很弱了，辛苦好长一段时间，已经很伤了，很伤，也没有补到，没有补到。然后过后又到有一次前两年我不小心流产了，那一次过后更伤，我的体质完全就是弱到一个极点。对，我也是因为那种哭的要死，哎呦，我的 baby 哭的要命。我们甚至还去玄学那边也去问，不约而同的有两个玄学的这边都说不要再生第二胎了，因为那时候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们就觉得好吧，那可能这辈子就是这么一个宝了，够了，一个就够了。其实在这里我还蛮有一个遗憾的，因为我是真的想要有第二胎，而且我们觉得教育孩子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一个孩子教育起来都已经很难了，两个孩子教育起来就真的更难了。对，你把一个孩子教育好就已经可以了。就想到说我的家公家婆那边，我爸爸妈妈 OK 的。我知道我家公家婆真的是很开明的人，只是毕竟当初是想我们想要生两个，然后他们也很开心，不用给自己压力。 OK， 放心，我长大后会帮你们生两个的。帮我们生两个好，谢谢。表面上我现在可以笑着跟你们讲，其实
我过后我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调整的。三姑、三妈、六婆的，不要再问我了，除非你们要代替我来生。你有问过我吗？其实我们这个 Q&A 有收到很多很多问题，我们都想要回答，可是碍于时间的关系，真的现在应该很长了，所以我们会决定说，我们有挑一些朋友粉丝的问题，我们会另外拍一个会员的影片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比较粉丝希望我们帮他去分析去给予意见的个人的问题，我们都有收录在我们的会员影片，所以可以点击下方的加入会员啊，或者是到影片结束后我会放上一个链接，你就可以在片尾的时候点进去就可以加入会员啦。 OK， 每个月都可以看到很多劲爆的影片哦。最后一题就是 Grace 她问，怎么能像你们永远那么乐观的开心。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这么的乐观开心的，我还蛮有负面的时候，只是说我选择可能呈现出来的是比较正能量的一面，那么也因为这个选择，我就会比较提醒到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你要难过的时候或者是要生气的时候，你可以允许自己的，你不用真的特别压抑这个情绪，今天我难过，可是我睡一觉过后，我一定要振作起来。你要一直这样催眠自己，今天、明天，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一定要珍惜现在。人生短短就几十年，开心过去就好啦，就会很多东西就不会计较了。我觉得呢，传递很重要啊，因为我老婆每次就是她想很多，她不想把负面的东西传给我，所以我感受的就是正能量。那我感受到的正能量，我传递的也是正能量，就是这样子。怎样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觉得大家一起把它传递下去，开心快乐当然是好的了，天天开心你也是永远都记不住的，但是偶尔来一次这种不太好的都让你记得比较清楚，对，有个对比性嘛。跟不开心的话，尝试找一个管道把它释放出来，你可能可以找一个知心朋友也好，或者是写出来也好，或者是默默的骂出来也好。我们每次吵架的时候，我们都在心里面试一下骂对方，或者是打对方100轮，然后再看着对方微笑，就这样过去了。今天有开心的事的话，我就定时 OK， 我几点开心？我现在8点开心，然后晚上9点开心，然后中午12点开心，然后呢几时伤心 ？OK， 下午1点伤心，然后下午3点伤心。对，我会这样设定的一天。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的 Q&A。OK， 总之。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么就开心的过吧。是的。OK， 好，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记得点赞，然后分享出去。OK。对，而且记得要进妈妈的会员影片。谢谢。也多多去爸爸的店去做纹身。纹身。谢谢。谢谢，拜拜。辛苦摄影师们。这个钻戒在浪漫的巴黎罗浮宫也有门店哦，想要给另一半惊喜的男生们不要错过啦。走完余生嘛，戒指。操，说啥了？一个像符咒的灵，灵魂的灵，我要接的。好，停。啊！各位讲到这里，各位讲到这里。